了？我怕了？别说三关了，十关我都敢过。不过先说好了，不跟你比蹴鞠，不跟你比力气。没问题，击掌为誓。是三局全胜啊，还是三局两胜啊？两胜，就算你赢。行，走。给我打折了。说吧，第一场比什么呀？第一场由我妹子亲自出题，有一个对子，请衙内在一株香里对出。你听好了，上联是“烟锁池塘柳”。哟，这可是个绝对啊！上联里有五行：金木水火土。烂。桃。滚。错堆。烂桃滚错堆，哎，一样也是金木水火土。你当我在青楼是白混的呢？这种段子我千万不让断，没了。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烟锁池塘柳，琵琶琴瑟远，魑魅魍魉。我是弹琵琶的。那我也会对，烂桃滚错堆。嫉妒姑娘，哎，有波涛汹涌。我是做漕粮航运的。琵琶琴瑟远，魑魅魍魉，独怜芳草萋萋。烂桃滚错堆，嫉妒姑娘有波涛汹涌。只好玩玻璃球。哎，我对出来了，我居然对出来了。二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小看没事，待会儿我去。喂，第一场我赢了，第二场比什么呀？第二场比武。我们要比的是刀法。本衙内练了20多年刀，你居然敢跟我比刀法？五个手指头，一个不少。菜刀不算刀吗？没说不算啊。谁赢了？第二场，孙三娘赢。现在，两边各胜一场，胜负还需看第三场。